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house 办公室，我们是在地下，在这个的后边，一会儿会拍。这是麦当劳，就离一堂街，加油站再往前面走，大概那个红绿灯的，就那个红绿灯的再往前面一点就是高速公路口，紧挨着高速公路，那是一个医院，这边是也是一个做生意的，这也是韩国人做生意的，我们这是个韩国城，那也是韩国人做生意的 Shopping。 那边大概离这儿开车吧，你要搁这儿上这个路开车3分钟，前面那个红绿灯那边就是一个大的 Shopping， 就是有商场，然后有这个没有按摩店啊，有吃的用的。这是前面的停车场，我们就在这个后边。这是我们哥的一个牌子，从那下去，这就是后边的停车场。前后的停车场大小是一样的，他们正常讲是后边一共就三家，一个是脚是个医生，那边是一个应该是磁疗，两家，然后我们在这个门。这是我们的一个牌子，一共是两个门，这是通往地下室和这个角的，它有两个门，我们正常出这个门，这是我们的牌子，这边就是那个角，这就是一进屋的走廊，还是比较宽敞，这就是出门的口，刚才是进门的口。这下面铺的这个地毯是两层，应该是两层地毯，一层两层，要算那个是三层地毯。这是办公区，这是我们从中国来的一个古董，当然我们也留在这儿，因为得符合整个的你这个按摩店的一个风格。这又是一个按摩床，它整个都是中国风格的。这是第一个按摩屋，用这个正常的窗帘给它结合上，这是按摩床，这又是一个按摩床，这个就比那几个大一些，这也是一个按摩屋，现在是有人。然后呢，紧挨着到这边，这是一个就是休息区，有音箱，有音响，你看听这个声音就在这儿了。这个就是消毒柜嘛，水箱。然后卫生间在这儿。